大家晚上好，我是 Nancy， 来自 KL。今天晚上呢是你们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想告诉大家，大家投资什么产业也好，不要忘记最值得投资的房子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么要怎样投资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比喻来说，我们都是用 smartphone， 对吗？然后我们的屋子住的都是 smart home， 对吗？那么我们也要一个 smart body， 智能的身体，那么对不对？那么怎样投资有一个 smart body 呢？那么当然呢，就是要找一个最先进、最前锋的这个抗衰老生物科技的公司的这一个保健品，对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呢，我们对这个营养补充品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以前呢，我们都是吃一大堆的这个一大堆的这些药盐。那么现在呢，我们最重要假如是说我们要就是说要变成 smart body 呢，就是说智能的 body 呢，就是智能的身体呢，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观念。那么最重要呢，就是说我们先要解决我们老化的这个四大指标。那么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保持我们身体的，就是保持我们身体好的 DNA 的健康，保持我们基因的健康，把好的基因放出来，把不好的基因压回去。然后第二呢，就是维持我们细胞端粒的长度，使我们能够长寿。那么也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干细胞在我们身体，然后获得平衡的能量。OK， 然后呢？大家假如是相信我，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一个 smart body。 大家看一下我们外婆那一辈的40岁，那么妈妈那一辈的40岁，我们这一辈的40岁，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的假如营养产品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观念，刚才我们讲的对不对？我们呢就是要呢就是要找最前锋最先进的抗衰老生物科技的产品呢，才能够使到我们冻龄。看一下我们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呢的年龄呢比世界的年龄还年轻，就好像我们去菜市场，大家就说啊，小姐小姐，我们都是很开心，对不对？这安定呢就不要跟他买，对吗？所以呢大家相信吗？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家公司 Zenness 呢，会给到我们一个最先锋最先进的抗衰老科技的产品。那么大家这个就是 research， 这包产这个 research， 这个 research 呢，其实呢就是大家看这包 research 是我妈妈的这个救命恩宝。我妈妈当年呢79岁得到了第三期的这个尿道癌症。那我为了要了解这个产品呢，就去了香港结石大学，那时候才知道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组织都是细胞组成的。那么假如我们细胞不健康，然后假如是不做工，那么我们的身体就出毛病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白，那么这为什么这包维生这样好呢？就是因为这包维生里面就是有这个白藜芦醇。那么这包里是白藜芦醇，有186支红酒里面的这个白藜芦醇。大家知道红酒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有益处，每天喝一杯红酒呢，保心脏，还有就是使我们就是可以防就是防就是使我们就是能够就是更加健康。那么呢就是可是呢这个小小包的这个里面呢就有186支里面的白藜芦醇在里面。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医学团队呢，他又有他们的这个一个就是特别的配方，就是说他们呢把这种六种抗氧化的水果把它加进这个包维生里面，那使到我们呢吃到这个维生呢更加的就是效果更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呢这个 research 这一包 research 在外面呢 pharmacy 或者我们也可以买到白藜芦醇 in tablet form 啊，或者是水的，可是呢吸收能力能够达到我们吗？你吃什么产品白藜芦醇什么也好，贵的也好便宜也好，可是呢最重要就是它到底能不能够吸收进我们身体。那么我们的这个这包 research 呢就是
鱼精胶的这个激素，狗口黏膜的吸收大 95%， 所以才有这样好的效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包小小包的这个白藜芦醇对我们的身体的三高或者其他的这个疾病都是有帮助。那么假如大家要知道什么是白藜芦醇呢，那么大家呢就是可以就是去这个 Google Scholar 了解一下，有很多科学家的论文证明呢白藜芦醇呢对我们身体上可以帮助到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很多种，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排异呢就是癌症，第二呢就是心脏病，所以大家可以了解。那么再来呢就是说，那么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根据年龄的成长呢，我们身体的肝细胞呢就是加上工作压力啦，然后空气污染啦，然后吃不健康的食物，还有传染疾病啊，的影响使到我们加速身体的细胞越来越少。那么骨髓呢，我们身体的骨髓已经没办法供应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要求的这个细胞，那使到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是越来越降低，然后我们的很多的这些修复系统也慢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假如以我的年龄来讲哦，我呢其实呢我的骨髓呢已经在这个给我这个身体的这个骨髓给我身体的这个肝细胞是有 10% 罢了。那么大家可以猜到我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岁了。好，那么再下来你看就是说就是大家都别怕，就是说我常常就跟人家讲，就是说正是结石呢正是我们福气。为什么呢？我们也不必抛弃这个随时打这个花钱打这个肝细胞。那么我们呢这个医学的这个我们有个一个资深的科学家 Kishin Rabo， 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肝细胞有非常几年的研究。那么他也发觉到呢，好像大家图上看的这些几样的植物，南泥藻啦、沙棘果啦、芦荟啦，还有这个覆盘子莓果啦等等呢，能够帮助我们激发骨髓呢产生更多的细胞给我们身体供用。哇，你看这是多么好的产品，就是这一个样，这个产品就是非常的好。那么呢假如是说大家呢就是是用这个这个比歪的布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方式，它的功用是什么？它能够激发我们骨髓中在冬眠的状态下，然后起来工作，还有促进我们细胞再生，还有呢支持人体的自身的修复系统，还有促进人体的免疫力的增加。所以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等一下呢我们有非常好的分享，大家可以洗耳恭听。那么再下来呢 ，OK， 那么不论男男女女呢，到了25岁的时候呢，身体上的这个胶原蛋白也跟着减少了，我们就会发觉到，哎呦，脸上的皱纹多啦，下垂啦。那么我们呢，就有这个 NARA， 我们公司的这个胶原蛋白呢，就是一个会讲讲，就是说会可以喝的一个美容产品。OK， 美容产品。那么这个 NARA 可不要小看它，里面呢就是跟普通的牌子不同，就是说25种的这个超级水果和蔬菜，还有9种的维生素、氨基酸和花木质。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人工什么 ，no artificial 什么啦 ，no artificial colors 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天然，然后呢就是 organic 的一个可以供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脂肪的这个白藜胶原蛋白。那么呢其实呢我们身体的年纪越大哦，胶原蛋白一直流失，那么呢就可能呢就是不够，好像是可能我呢就像我这样，可能年纪已经大了，我的胶原蛋白不够能够衬托我的骨骼，假如我不小心跌倒呢，那么我就可能不，假如真的是不补充一下这个胶原蛋白呢，那么我一跌倒呢，可能我的骨骼就很容易折断。所以呢 collagen 的补充呢是非常重要的。OK， 等一下啊。OK，
然后啊 ，OK，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胶原蛋白呢，就是可以全部有帮助到皮肤光滑啦，减少皱纹啦，然后减少皮下这些脂肪团啦，全部都是有帮助到头发和指甲的，非常好。那么在下一个呢，大家看到这个姜黄，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对不对？那我有很多朋友呢，他们也是有用着这个姜黄，那么呢，有些就是通药丸的，那有些呢就是粉状开来喝的，一点就是说当他们一点都不享受吃的过程，不像我们这一个 Qnit 呢是非常的好吃又甜美。假如有试试过的朋友，大家都agree， 就是同意我的说法。那么在这款这个什么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哦， Qnit 哦，啊没这个姜黄哦，就是有很就是每个人都是说每个人都在找，可能就是说认为这个姜黄呢就是对我们健康非常好。那么在2021年哦，姜黄就成为了一种趋势。那么健康数字显示呢，就是姜黄成为一个趋势以外呢，也有强大的销售。然后呢，就是这个姜黄呢，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多这些，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这些减少疼痛啦，加强免疫力啦，提升恢复功能啦，还有也是跟可以说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百里无春可以一起，也是有就是说能够媲美。然后呢，它也是提高细胞修复的能力。那么当时呢，我的朋友有 COVID 的时候呢，我都建议他们吃这一个 Qnit， 因为它有提升恢复的功能，还有提高细胞的修复功能。那么跟李胜一起喝呢，就是达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那么可是呢，我们这个我们吃的王家呢，最重要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姜黄素 ，OK， 我们就是要提的，就是从王姜呢，就是要拿到这个姜黄素。可是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吃这样多的王姜粉哦，50 kg 的王姜粉只是拿到1 kg 的姜黄素。可是大家不必担心，我们这一包这个Qnit 呢，这个每公斤。就是一包的Qnit 呢，就是有100 kg 的姜黄。那么这100 kg 的姜黄，它是用德国的，那我说这个科技呢，把这个姜黄素浓缩在这一包里面。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吃了这个 Qnit 啊，我们有185，就是补。吸收速度呢比普通的姜黄高出185倍。那么再加上呢，我们的 Qnit 呢也有这个 biofilm， 就是里面也是有这个黑胡椒。那么这个姜黄素的吸收率呢到 2000%， 试试看，我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好。OK， 刚才大家我已经跟大家讲了。OK， 然后呢，这个 Qnit 呢也是我们的这个 Qnit 呢也是有。除了这个姜黄素以外呢，它也是加进了很多的水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有这个山竹啦，有这个黄梨啦，然后呢它也是有很多这些功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非常好的，就是有很高的 vitamin C 啦，降低胆固醇啦，这些很多这些功用。 OK， 然后医学也证明，就是说 Qnit 跟李胜呢就是一起吃的话呢，那么 Qnit 可以将李胜的吸收程度达到 229%。 那么呢，还有就是说我呢现在呢我在家呢，我就是说我现在呢就是也是建议我妈妈，就是说一包 Qnit 一包李胜，每天就是一包李胜一包 Qnit。 大家可以在 Google Scholar， 也是在 Google Scholar 那边找看 Curcumin 呢，就是我们的王姜素跟这个胶原跟这个百里芦醇胶一起喝的话，那么我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那么大家可以上网check一下。 OK， 好，那么今天呢就是我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几个产品的分享，那么最后好戏呢还在后头。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几个就是非常好的伙伴呢，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故事。那么第一位的呢，我要先介绍的就是我们
美丽又漂亮的 Winnie， 她本身呢就是一个 sales executive， 所以呢 Winnie 我请问你在吗 Winnie？ 呀、yeah, 来 Winnie 在、啊、好谢谢 Nancy， 各位晚上好，我是 Winnie， 我是来自 Shah Alam 的，我是从事做销售营业的啦。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相信很多人都懂什么叫做 COVID 对吗，那在三月的时候呢我就很不幸又很幸运的中了 COVID， OK，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中了 COVID 啦会很辛苦啦会什么什么，可是在我中的那个时候哦，其实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中，而且也没有任何的symptom，因为我 office 里面有其他人中嘛，但我老板就非常非常注意，因为接二连三一直好像 spread 这样子一直开花这样子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他就问我们你们有人不舒服吗什么，我讲没有哦，我只是有一点点发烧，因为 when 我进 office 的时候就那个 temperature scan 的嘛，对不对，所以就一点点稍微的发烧，但他就讲你最好去做 PCR， OK 啦 fine 我去做 PCR 咯，但第一次做negative 没有事，但我还是照样第二天还是去做工，还是 scan， 还是有点发烧。他讲你可以不可以不要来先，再去多做多一次 PCR。我讲OK 啦，这样我就再去做多一次啦。那就那天晚上就证明了我是两条线，就是阳了，那就 OK 了，我就在家就休息咯。但可是我没有任何的觉得不舒服啦之类的，只是在第二天，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晚上的时候就鼻子很塞，就感觉好像大伤风那一种。那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呢，我如果我一开 aircon， 因为我不能不开 aircon 嘛，我相信没有人是不开 aircon 睡觉的啦。OK， 那我一开 aircon 睡觉，我一躺下去哦，我鼻子就整个塞到完，就是堵塞到完。但除此之外呢，我就超高，我就一整晚不能睡，那我也是有喝 reserve 啦之类的。可是突然间我想到说公司有一个新产品，就是这个 Qnic， OK， 所以晚上哦，我一差不多两点了，半夜两点我都睡不着，我就马上又再醒来，我再去喝一包 Qnic， 再加一个这个 reserve。 可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我喝了之后，我马上短短我看应该是五到十分钟吧，我的鼻子一下子通了，因为 before that 我不能睡的时候我要起来走来走去才能通嘛，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一喝下去我鼻子通了，过后我就倒回去睡一觉到天亮。第二天我的鼻子是完全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说会伤风啊会什么晚上啊，可是他一到晚上还会有那感觉的时候，我就马上又再喝多一次 reserve， 我是每一天都会喝，可是 Qnic 哦，我就一塞我就马上喝，可是一喝了过后哦，真的是完全通到完。可是三天过后哦，我在 test 一，因为我们要连续 test 我们的那个 test 嘛，对不对？可是三天过后我竟然就是 negative 了，所以这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他能这样子一下子通掉我的那个鼻子啊。那这就是我的分享。除此之外我要加多一点点，刚才 Nancy 有讲的那个 Revive the Blue 了，就在去年我爸爸有一次 accident 很严重，就是我爸今年67岁了，但他的排骨断了六条， OK， 然后擦伤了他的肺，他的肺穿洞，他的锁骨这边必须要做手术，因为他断掉，但医生讲因为排骨是没得做嘛，可是他锁骨这个一定要做。在那个时候我爸爸是在 ICU 里面哦，我就问医生，他就不能吃东西又不能喝，什么都不能嘛，对不对？第一天我就拿 reserve 给医生看，然后我有拿这个 Revive the Blue 给他，我问他他可以喝吗，是保健品啦。他有去做，他去自己去找一些 research， 他讲是水果就可以，他讲中药就不可以，你可以给他喝一点一点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肺穿洞，他如果喝太多水的话怕他肺进水，就一点一点喝。那我就问医生他要多久才能做这个他的锁骨的手术，因为要放铁进去嘛，他讲要 depends on 如果是你爸爸的肺是复原的很快很快的话，他就能帮他做这个手术。然后我就讲大概都讲，他讲要 depends on 你爸爸的身体咯。但那你知道呢，我就开始给他喝这个 reserve 跟这个 Revive the Blue， 就一直给他喝，就一点一点好像当水喝这样子，一点一点喝喝喝。可是一个星期过后哦，医生跟我讲可以推他进去做手术了。我想这么这样快的，因为本来说要 depend 有可能两个星期要看他的肺功能嘛。他讲我 unexpected 的就是你爸爸的肺会复原的很快啊，他讲真的是复原，因为67岁他讲 by right 应该是没有这样快，他讲要
会拿一点时间，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比较慢嘛。那除此之外，做了手术过，我讲那他还要多久的时间来复原？因为要整天去复诊嘛，对不对？他讲有些人要6个月，有些人要1年 ，depends 也是 depends on 他的身体。可是我爸爸去复诊了，第3个月医生跟他讲，你可以不用回来了，因为连你的排骨啊，他的那个裂啊，跟那个断的地方哦，都已经连接回去，跟普通人一样。他说。真的是意想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呢，我爸爸也是 before 呢，我爸爸是不吃热保健品，可是那个时候开始哦，现在他每一天他都喝 Reserve 跟这个 Revive Blue，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Nancy。哇，太棒了，太棒了 ，Winnie， 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我大家跟刚才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呢公司的产品呢是一级棒的。那么刚才你讲到 Qnate。跟这个 research 有帮助到你 COVID 的时候，真的是我也帮助到很多 COVID 的朋友。谢谢 Winnie 的分享，谢谢。好，下一位呢，我们就邀请来自大港的这个男生。OK， 来，谢谢，谢谢介绍。我来自彭州文的甲。我在去年有发生一个意外了那时去年是搬家的时候就被火烧到那个脸，连手也是有中了，不过没有放出来了你们大家可以看我的左手边下面那个第一张就在穿着那个医院的 uniform， 那个 uniform 嘛我通常是问每一个人都不认得这个是谁。因为他是肿了然后我进了医院，因为早上中嘛就去蒙德高医院，他就小医院，他讲不能你要去大医院，就转去大医院咯去大医院，然后就验咯，后来就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睡觉的时候多么我的那个耳朵会漏那个水就醒来了，我怎么两边会漏水的？哇，就是一路漏那个水啊，应该被火烧应该会出那个水泡后来就医生，因为我一路来不喜欢吃西药的医生给我吃药，我也是偷偷跟你们讲啊，医生给我吃药我是手足。我拿去厕所，丢去厕所冲尿哈，我是很不听话的因为我就是我这样子的情形发生了，我就那时我就每一天吃李氏，吃那个一天吃10包，吃做一个礼拜吃做一个星期所以讲你看那个第二张呢，就是上面左手边的第二张那个就我去验了很感恩我这个同学 Eve， 他就叫那个同学叫哪一支 Serum 我一路来是没有查 Serum 的，我是吃营养的了的，因为女孩子的最爱这个，现在我也是很最爱了他就用了过后第三过后他就干掉，他就很快恢复，他干掉他不会漏水了就每一天一路吃李氏咯，是包当水喝这样子就查的时候呢，查了Serum过后就拿那个李氏拿一点来查那个脸因为它很高抗氧化，你们认为这样子烧到会痛吗真的，我们一路要有吃李氏的人有吃营养的人他因为我们李氏有那个消炎的功能他真的不会痛啊，感觉到不会痛到好，我大概十多天就恢复为。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比较有滑滑样子是吗？出去每个人讲，有些几个人也看到我，怎么你不一样了，越来越变年轻了真的是
我们的今天的产品会说话哦。Nancy 没有那个相片了。Nancy 有，看到吗？这个就是十多右手边的下面那张哦，就是穿黑色的啊。它还有那个印哦，因为我一路扒它嘛，它因为我每天去洗伤口了嘛。啊，所以讲你们真的是有这种问题了嘞。如果有这种啊，就是想啊，我这个是我的经验啊，就要去洗伤口，因为有皮嘞，它就比较慢好。哇，我就洗伤口，洗了不干净，我自己来拔，一拔了我怕也是有那个伤口。哇，那时候我也是很担心会破相啊，不懂。哦，原来真的是今天产品真的是啊，给到我比之前还更嫩了啦。这个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国外的分享呀，你就是看来就是烧过了，就是更加脸更加火，更加年轻，对不对？这是因祸得福啊。OK， 可能不认得我啊。好，不认得你啊，那可以第二春了。OK， 谢谢国外的分享。然后第三个呢，我就想邀请阿 Eve， 从这个朋友呢，就是从不正式到正式的呀。Eve 现在是我们啊这个事业的伙伴，非常亲密的个事业伙伴。Eve， 来 ，Hello， 大家晚上好，听到我。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Eve， 来自KL Ambang。那么呢，我在还没有接触杰斯之前呢，就是因为应该是二十多年前吧，就是因为一场车祸导致我的脊椎就是受损。那么因为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很健康嘛，是不是？然后就痛一两天就没事了，那么就没有去理会它。哦，再加上呢，就是在这个二十多年的时候呢，忽略了照顾，然后就是那个那个姿势错误呢，所以导致到我的脊椎呢就是弯曲，所以英文是叫 scoliosis。那么我的弯曲度呢就是在22，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哦，和他就旧患就发作到什么情况呢？发作到我的，他压伤了我的坐骨神经，导致呢我不能够跑，就像行走哦，太超过五分钟以后呢，我就必须要坐下，因为我就感觉到很痛，在尤其是我的坐骨神经，就是在我的屁股和大腿那一副哦，那么就是导致到我的生活呢就是很困扰。那我加上呢，那个时候我就去看医生，很不幸的我就遇到一位没有医德的医生了，就是他也跟我做了很好像那个 MRI 啊那些，然后就告诉我啊，我受伤过后就给了我一大堆的那个西药，然后止痛药啦什么之类的，我就照样服用。那服用到五个月过后呢，我就既然是不知道哦，我是服用过量的内固醇，那么内固醇的后遗症呢，就是会破坏我的八大系统，所以我的后遗症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就有大警报啦，我的心脏就开始有不舒服啦，然后我的内分泌失调啦，导致到我的情绪就是很波动，甚至是已经哦要有忧郁症，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大警报呢。就是因为我的内分泌失调，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七年时间的那个折磨之下呢，我必须要做单，每一个星期我要去三次的那个推拿，然后我要每天哦，我都要吃大量的止痛药加上安眠药，要不然呢，我真的是无法入眠。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要再承受这样子的痛苦。我就决定去开刀，风险是非常高的，只有30%到40%，可能我是成功70%，我会不知道，可能瘫痪。这样子就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位朋友，在他跟我分享我们杰斯的
产品呢，我就是说，哎呀，反正都是一个天然的果子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抱着相信，然后就喝呗，啊，然后就是这个 reserve，OK，okay？ 因为它是一个果子。那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不听话哈，啊，我就喝一包，可是短短的一个月，当然它不会令我马上好回。只是稍微改善了我的水肿，因为我的水肿呢，在我吃了大量的西药哦，已经是肿到啊，我跑出去啊，人家说，哎，你看你怀孕了。那么，就在九月的时候，我被朋友邀请去新加坡，在新加坡的大会的时候，我看到比我年长的好多伙伴哦，他告诉我，他有骨刺啦，他这个啦那个啦，很好像全身病，可是。他竟然跑得比我快，又精神过我，很活跃。我就在请教他之下呢，原来他说他吃了一个叫新的产品，不是新产品啦，2018年吃的就叫 Revive W， 因为它能够给我们 regenerate 我们的肝细胞。那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要听话了，因为我就要去医院了，我不要啊，我看可以不可以免掉那一刀，所以我就很勤力了，很听话。我一天吃三包 reserve， 四包 revive blue。我说我给我自己三个月，你们讲三个月，我听话三个月。这样我就每天就这样子吃，这样子吃。在应该是两个月的时候啊，就是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我有去推拿，在那个推拿医师呢就打电话给我，他讲你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来，两三个月没有来？我讲不痛了，不痛了就不用去吧。所以我才发现到，哎，我没有做什么东西啊，我也没有去推拿，可是就是这样子喝这个产品要听话哦，啊，然后就已经改善了我的那个疼痛和麻痹呢，已经到70-80%。然后我就继续，我就对公司的产品非常的信心，我就继续的喝喝喝。那因为朋友看到我的改变嘛，是不是？你看我那个照片哦，在右手边呢，就是我病发的时候，我好像哦，个头看呐，啊，就是好像一个病猫，真的是病猫，而且是2012年的时候，是十年前呐，十年前我应该比现在更年轻吧，可是我既然是那么靓老，对不对？哈，然后水肿到那么样子，啊，而且再加上很多很多的后遗症，所以这个产品我非常非常感恩，因为它令到我找回我的健康，当然呢是越来越年轻，就越来越漂亮，十年一下，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健康呢就是真的无价，真的是无价哦。所以哦，你们如果是今天上来这边听的朋友呢，新朋友呢，你们就要相信把你带进来的那一位朋友，因为他就是你的贵人。这个今天就是我要分享的，谢谢大家，祝福你们平安。谢谢一非常好的分享，那么也真的是哇，真的是感恩杰斯哈，就是产品把他整个人真是哇，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十年前跟现在哇，没有想到十年前后更加漂亮。谢谢一的分享。好，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朋友，从远方来的朋友，新加坡来的朋友 Sonia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Sonia 有请。 Hello Hello Nancy， 谢谢 Nancy。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Sonia， 来自新加坡，但是其实我是马来西亚人。那么今天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就是首先我先讲，我有个两岁半的宝宝，那么我认识Genes 的产品其实跟我宝宝有很大关系，因为我生了我的孩子过后呢，停了喂母乳过后的半年，我的月经都还没有来。在场的男士们不好意思啊，今天有小小的私隐分享。那么对一个女人来说，如果停了母乳半年没有来月经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赶快去看医生，去看这个妇产科医生。那么原来发现我不会来月经是因为我本身有一个旧患，就是 PCOS， 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导致我的身体的那个荷尔蒙很不平衡，然后身体不会用胰岛素，所以就不会来月经。那么医生就建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吃血糖药去控制我的 insulin，
然后让我身体有平衡的荷尔蒙，然后来月经，然后我就有一点小崩溃，因为我这么年轻又没有糖尿病，要我吃糖尿病的药有一点接受不到。那我就问医生，我到底要吃这个糖尿病的药到几时？医生给不到我答案。那我问他，我的这个 PCOS 到底会好吗？他也给不到我答案。那我就只好接受，乖乖吃药，一天吃三次，然后真的是一吃药就来月经了。可是我不甘心，我不想要就这样吃药吃一辈子，就感恩有一位朋友就有一次就介绍我去听这个的 Genes 的分享，然后我就看到这个 research， 哎，这个 research 这么很像很神奇这样的，它又能够 balance 荷尔蒙，它又能够 balance 血糖，我讲有没有这么神奇哦？最神奇的是它的那个技术吸引了我，就是透过那个口腔黏膜去吸收，我讲这个很像神仙水里面这么厉害啊，我就 OK 啦，那个技术那么厉害，我就决定要 try， 然后对他其实蛮有信心啦，因为看了他那个医疗团那些医生那些身份，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应该很厉害，我去 study 了一下， OK， 我就决定去 try， 然后我 try 呢，我就很决心很大胆的，就立刻不要吃那个糖尿病的药，我就真的并没有吃药，我的月经就没有来了，可是我就坚持 try 这个 reserve， 给我自己一些时间，结果第三个月我的月经就来了，我就很开心，自从那次一直到今天已经一年半过去了，我的月经都一直有在来，所以我就很开心，诶，单单一包 reserve 能够处理我这个荷尔蒙的问题啊，我的血糖的问题啊，这些都能够带到很大的改善，然后我家人所有的人的健康都得到改善。那么除了我的健康得到很大的帮助，当然它带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后台可以帮我放一下我姐姐的照片吗？来，下一张。好，大家好，这是我的姐姐。哎，不是啦，开玩笑，这个其实是一年半前的我，就是还没有开始喝 reserve 之前。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我比一年半前年轻漂亮啊？如果有的话，打一个溜溜来看一下，要自恋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越来越漂亮啊？那么这个 reserve 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哎，我的健康得到改善之外，我的外貌，我的整体，我的皮肤都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善。然后我觉得没有人是不喜欢漂亮的，对不对？包括男生。所以我自从这个 reserve 看到这个 reserve 这么好，我就把我里里外外用的东西啊 ，skin care 啊，什么 collagen 全部都换完去 reserve， 所以就越来越年轻，甚至给比我年轻的朋友称赞我越来越年轻，真的是有一点小爽。所以那么就鼓励大家，如果在用解释产品还没有看到 result 的，坚持一下下，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需要用不同的时间去修复，有些人三个月六个月可能一年，所以只要你坚持试下去，一定能够看到很好的结果。这是我的分享，Nancy，谢谢大家。谢谢双女娃，真的是让我也同意，大家同意吗？就是说两只越来越漂亮，说在同意的人就是打八八八给他吧。OK， 谢谢双丽的分享，谢谢。然后呢，我们最后呢，我们就一个分享者呢，就是我可以讲是说我们结识的这个新妈，那么她的女儿呢，就是2019年Miss Astro， so。有请我们的新妈我们的这个新妈Teresa。Hello， 大家晚上好，谢谢您西的介绍哦。有吗？我的女儿2019年冠军，有像妈妈哦，像美是吗？是啊，同一个厂出来的哈。OK 啊。谢谢哦，今天Nancy 邀请我上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半年多在Genes一些就是我产品改善我的健康哈、哦。那么呢，我接触Genes是在半年多年前呐、啊。其实我一来都有吃保健品的，那么当时Nancy也是跟我讲说，哎，你就换一个品牌吧，可能这个品牌有帮你的健康问题改善。那么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那么呢，当时的我呢，就是我有我很多很多亚健康的问题哈，就是半年前的时候才52岁，哎，
知道我现在几岁了哈，当时是52岁，半年前哈。那么我有什么问题呢？啊，我手麻痹啊，第一哈，第二呢，我有飞蚊症。那么第三呢，我很严重的骨刺哦，脚跟哦骨刺啊，有去做了X-ray， 医生说有骨刺要开刀。那么当时我就没有做这个决定去开刀呢。那么在我这个问题已经就是一年多了，我的脚跟那个问题哈、非常的痛苦，然后早上你一起床啊、你下床的时候你的脚真是很痛很痛的啊、要穿特别的鞋子哈、也不便宜的鞋子，你要去做了哈、大概1000多2000的鞋子，那么呢啊、还有就是跟你家人去 shopping 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走啊，坐住那边就是很痛苦嘛。那么我当时其实呢，我接触局那时候我是爱美的啊，当时是爱美的，他们说会年轻5年，我没有想到哈、哦，我这个骨刺的问题哈、哦，就是治疗 reserve 大概3个多月，完全的好到今天。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听话照做哈、哦，因为我们的就是说介绍我们吃的朋友，他们有经验吗？哎，他说你一定要一天要吃3包，那么我就很听话的一天吃3包，所以我3个多月我的问题就改善，不单单我的骨刺改善了，我的那个飞蚊症啊也改善，然后我的手麻痹也好了。那么这个是我半年前那个安迪啊，52岁的安迪啊，现在是beauty 了啦哈，52岁的时候是非常糟糕的。水肿咯，其实那时候我也是有用产品啊，那个产品也是美国的，这个价钱哦也比我们的Genesis这个产品那个价位更高，所以呢其实那个产品我已经吃了20多年，从我还没有结婚我就开始接触的，我是很忠心的。当我要去改吃这个Genesis的时候，其实我有纠结一下子啦，毕竟已经20多年了了吗？这个产品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给自己机会咯，这样我就改就换了一个品牌，然后就改善我的健康。那么呢不单是我的骨刺好了，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2017-18的时候，这2年的时间呢，我就是我弄上我的脊椎骨、哦、我的梅龙骨啊，然后呢严重到呢我不但能走啦，驾车也不能啦，所以我就去没有办法啦，就是看医生咯，骨科医生做了 MRI， 然后医生说哎很严重，要好好的照顾，不然我就要去什么开刀啊一大堆，就是很怕嘛那时候。在那一两年我其实是蛮 down 的，然后我觉得人生哎为什么我会这样，我就会很就是说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很消极啊。哎，觉得我又不很老哦，可是我又这样，医生说如果不照顾你，等下你要开刀，我又想到哎，我要坐轮椅啊，一大堆那些，就弄到我有一点好像开始要忧郁了。我的朋友说哎，你要去残忍，不然你会得忧郁症。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哦，我就那两年那个问题弄到我的胃又不好，所以又影响到我什么，我的胃风又弄到我的耳鸣啊，我一直头晕啊这样。没有想到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又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叫 Revita Blue。没有想到这个 Revita Blue 呢真的是帮助到我的那个脊椎骨咯。当然我们要量多，好像我这个问题哦真的不可以吃一条。我其实我一开始是吃一条，我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改变啊。那么过后呢我就很听话的，诶他们说要吃3条，就我就吃3包了齁、哦、那个 blue 齁、哦、真的在一个星期里面我感觉到我的痛那个部分呢真的改善很多。就我就听话照做，就吃应该是待几个月过后我就慢慢的好了，大概有现在我觉得是可以讲是 98%, 或者是 100% 了齁、哦、就好的那么多。那么当然我在同时我在2019，其实我真的本身就是没有，如果没有去讲我的故事，也不知道我本身原来很多很多问题、啊、还有什么呢，我就有这个人家讲的那个富贵手咯，也很感恩啊。我们举那时候2019年又出了这个我们的那个Nara哦，所以那个Nara我的手呢也在一个月里面哦就好了，所以那个Nara一个月里面。啊，这个是我的手咯，很烂的，很辛苦的。你一直抓，它会流水，你知道吗？痒到我哈、哦，半夜不能睡哦，我要开那个热水啊来烫我的手，你知道吗？很痛苦啊。然后过后呢，就这样Nara 在一个月就慢慢改善我的手就好了哦。那么也很不幸哦，我其实很多公司讲我在2020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刚好是 COVID， 我记得是七月哈、哦，还是那个哈利拉亚的时候，我去种牙齿哦，我拔了牙齿嘛，去种牙齿，很不幸的，我就可能就是那个 clinic 不干净的话，我就种了那个人家讲的就是破伤风啊，破伤风会死人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的破伤风，我去那个 hospital 哈，我第一次进医院，他不给我去。然后我又去三院，三院说，哎，没有这种，又叫我去看牙医。可是我知道我是不顶了的，因为我的嘴巴不能开，而且他一直在抽干啊，这样摩擦，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呢，我没有办法，有再第一次就去那个UH 咯。然后我就要求说，我不要出院了，我 nice 那边，我不要出院，不要出院。然后没有办法，他们又叫专家来看看，到最后。就给我进医院哦，真的是我在那边住了三个星期哦，在医院，然后三天在 ICU， 我的嘴巴是不能开的，这样呢不能开的，因为我的 jaw lock 了啊 ，jaw lock 啊，破伤风就会你，如果以前的人哦是给铁钉弄到，就是那生锈的铁钉哦，以前的人。讲很快的嘛，你整个身体就僵硬了，你不能呼吸，你就会 pass away 了的。然后我就去check，哦，原来他的那个 percentage 啊，往生的本身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呢，医生在医院也没有药吃啊，就是给你 antibiotic 咯，就是三个星期。那么呢，我对产品有信心嘛，我就每天十包 reserve， 十包 blue。那么我问医生，我的嘴巴其实可以 normal 不会抽筋啊，然后可以开。医生说也不知道，一般他们的经验是大概要半年或者超过半年以上。可是呢，我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后，我就完全的好了哦，就是完全的复原了，100% 那两个半月。所以我讲我们的产品真的是非常棒。那么当然我们要对产品有信心，而且如果我们有健康问题的。一定要量多咯，哦，不然你就要拖很久的时间才会好。其实很多朋友也讲，哎，吃了还一样啊，没有感觉什么。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量不够，或者是说，你没有给多一点时间，哦，给自己，哦，啊，好，这是我的分享，谢谢。谢谢 Teresa， 谢谢 Teresa 非常好的分享。那么其实我就是我呢，本身是。Teresa 的就是很多年的朋友，那么他的走过的路程呢，我也是自己见证到他。然后他当他进这个University Hospital 去做那个牙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担心，我就以为说，哎呦，糟糕了，怎么办呢？可是呢，我们就是公司呢，也是非常非常的 generous 啊，就是拿 reserve 啊，拿 reward 都不一直给他吃多多。那么整个到两个月半的时候呢，他还跟着我们，我还记得他还陪着我们去本大哥做这个烘法地呀。Yeah, OK， 非常谢谢Teresa。那么 OK，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分享会就到此为止。那么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五个分享者 ：Godwife、Eve、Winnie、Teresa、Sonny。Thank you very much。OK， 拜拜，晚安。拜拜，晚安。